它有对称，这是中间的公共宿舍旁边好的对称啊，这个好吧，图上的两边都一样啊，大概还有两个像这个一样，这个应该是涵盖这个啊，这个历史建筑的范围应该涵盖，因为我们刚刚的第三页的建议所写非绿色范围是讲的是两个啊，这个可能把它理清一下。那第二件事情呢，这个可以啊，我们有三个范围，一个是整体范围啊，可能大概校长是刚刚问起哪位教授的提问啊，大概是还有当年有100多栋，啊，我现在三个资料也看到这个，大概一看到可能是在我们第五页那边哈，第五页那边有个日式宿舍区哈，就是那个1932年的那张图面啊，1932年有个。就是你知道可能台大这边的吧，啊，不许师范大学那边的，啊，就是下面的1234578那几栋房子，还有那个上面这一带的温州街这一带的房子啊。那第二个事情呢，我想刚刚那个提报单位啊，可不可以再帮我厘清一下你们的提报范围的观点是什么？啊，观点啊，就是到那很显然跟这个第五页的这个当年的宿舍区的范围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提报的范围啊，因为我们是根据这个提报范围来做定性的会谈嘛，啊，都可以先，待会可以先请他回答你的范围的观点嘛。好，请职业。我们到哪天要在里面，哪天要排除在外面，这个我们还需要。我可以麻烦一下那个用我的简报档，用我的简报档来看。好，其实我们这一次提的范围大概是这个部分，温州这边是和平东路温州街，这边是先生南路龙湾国小，提的现在是这个部分。当然在我们的理想里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区域在看，但是现在这边已经有都市计划的风貌管制区在管理，这边基本上未来可能也是透过都市计划的手法管理，但是目前没有任何的规范在保护，所以从我们提报就是去年而已，一年不到就已经有4栋房子不见了，所以这件事情非常急非常急。那我们觉得刚刚当然很多民众也提到，但是我个人觉得台湾的近代化或是说现代化，温州街区这边过去的学人的贡献，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是跟台湾历史是有关系的，可是我们很难一一的去说，因为那个调查报告是非常厚的一本。但是刚刚有一些朋友都有提到，我打个岔，嗯，我问你的问题大概不太是那么，因为你的范围是走这个大啊，对，大家连过来连整，那这个范围的看法是什么？当那个台大宿舍这个本身已经存在，当它当也扩大了，像这一代我们今天。在登陆方面还扩大到这边来，一直到柳公区这一条，对，涵盖的这边，所以当然也涵盖了什么这个叫什么那个紫藤庐啊什么等等，还包括把它连起来，这个背后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要审查，比如最重要是那个森林范围嘛，第二个是那个聚落伦理啊、历史脉络啊什么等等，第三个可能是产业特色。对，因为还是回到聚落的定义嘛。对。提报左边那张，因为你给我的范围好像是在14页的话，就是提报资料的范围，就是今天讲的这个范围。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委员手上有没有这张图，上面我们有画红色的虚线，就是我们提报的范围。那这个范围的观点是什么？观点是因为它的。记录群的那个定义吧，哈，那个麻烦一下，那个哦，对不起，简单的讲，刚刚谈的有环境、历史跟建筑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建筑，它已经有稀有性的重要性了，哦，因为已经快两个。
第二个历史，就是说刚讲的，它其实对台湾近代化或是学术、人文、艺术这部分的重要性非常显著。第三个环境的整体性，包括跳岛、人文地景，或是暂时的遗址这些部分，还有柳公圳水道的这个部分，它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环境的保护的必要。简单的说吧，那我们大概是用这几个原则把这个范围圈出来。现阶段私有的部分，其实那个房子已经被铲平了，所以就等着出坑了哈。那个部分在提报范围内已经没有私有部分的问题，因为房子都不在，除非要保留空地。第二个，国防部的那个部分，事实上上次的会勘结论，建筑物的改变也太多，所以基本上那个部分委员的意见大部分是不列册、不保存的，剩下的就都是台大的了，只能这么说了。哎，谢谢。建筑所有权这个当中，你没有办法把它变成图面了哈。这个就在那个65页这边哈，大概这个都有关于什么哈？那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图面，在那个您的范围里面把它勾勒出来哈？我们也比较容易看得到，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某些可能是台大的，可能还是都具有伦理的啊，日式宿舍伦理的。然后这里面的这个个别建筑的这个编号哈，看。刚刚有教授提到说，每一栋房子呢，最后都是某某教授所居住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的登记只能是滨海光法西哈，然后那个滨光海滨赵忠是历史建筑啊。对，那有没有像这些事情的同等的啊列出来？可能在95年那次已经列过，还是很小的，因为没有资料啊，没有手上没资料。可以，所以产权把它变成图面，然后有这个65页这个还有后面那个。把它列出来啊，这个相关的人文的这个叫，不会纯，就是您批评的只有纯建筑物这个事情呢，当然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说特别看建筑物嘛哈。好，那这个清楚之后呢，大概这次我们所提的范围哈，大概用文字叙述啊，就是和平东路一段，就是第三页那个和平东路一段243，就是这条巷子以西。然后温州街18巷以南啊，然后这个部分啊，这个叫云和街以东，啊不那个这个叫做泰顺街以东，云和街以北，云和街可能已经到哪边呢？大概已经到云和街到温州街，公共宿舍是哪一栋的？这个范围是，公共宿舍，18巷云和街是这个吧啊？
因为是一个方形的啦啊。银河街的这个银河街好像这一条啊，对，所以我们现在框的是这个范围嘛，然后再排除那三折号码，这个可以先明晰一下啊，因为现在框的范围是我们的，那这条是就是这条是那个叫做柳公郡，外加一个叫做丁海光的丁光海的这一部分啊，然后这个大概画了一点点，银河街应该是这条吧啊，对，所以大家知道这条说怎么把它讲。这个范围，那这个范围呢？当然，某种程度来讲嘛，哈，这个不含嘛，哈，这个，那因为有三栋房子不含这个城等等，所以包括这三个，我讲这个应该有刚有历史建筑范围，还有一个那个248巷12号，应该是哪一个？也是公共宿舍，好，大家都涵盖在这里面哈，属于公共宿舍的范围里面。那这个范围里面呢，当然根据所有的资料呢，会刊的资料，大概是所有里面建筑物最好的部分，大概都没疑虑啊，应该都没疑虑啊，这个大概没什么问题啊，这个那这里面呢，大概将来可能是用历史建筑来管，还是用聚落来管，我想应该效果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说我们不含这些您提报的范围的什么。一大堆这个像这一带中间一大堆这些事情，那用历史建筑来管，跟用聚落范围来管，那历史建筑强度应该是比聚落范围的强度还要强，因为是单栋建筑物嘛，好，所以这里面大概我所知道的呢，大概都是列入了有价值的部分，因为看起来都是有价值，我们在我手上的资料看起来都是有价值的部分，那之外的呢，当然有些大概没有列的，大概都是没有价值的部分，好，初步来看，好，从单栋建筑来看，啊，除非再把刚刚我讲的那个有某某教授去住过的什么等等再提列出来，才看得出来啊。不过现在看不出来啊。那另外这个部分呢，这四栋呢，但我想可能稍微大概也有讨论过了啊。大概因为先前的资料会刊的资料看来都是具有它什么价值啊，但95年是不具有。那要变更呢，这个做得到做不到，现在不晓得啊。那重要的是说，一样，我的观点是一样。如果它是具有化碳，用历史建筑来管，跟用聚落建筑是等同效果一模一样。而且这个部分是不太一样，就是聚落保存这个，我们有保存计划，我们都可以写的跟它一模一样。但是你没有办法规划规范到这个聚落周边的都市计划设计。这样就是现在是把这个意思嘛，就是看提的范围啊，我可以暂时啊，这个抱歉，我们先把这个当做这个一样等同于这个聚落建筑，这个叫做列设范围啊，说这两个呢，如果都是具有文化资产价值，都具有啊，那他用历史建筑来管跟用聚落来管价方法在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效果同样，因为我们可以把保存计划写的跟历史建筑的管制是一模一样的。人貌保存这个字眼，我们用一句话接来讲，我们可以说，哎，几号就是要人貌保存啊，这个叫历史性建筑物等等一类的。那其他好，那你现在关键的讲法就是你的范围里面呢，啊，你比如说我刚刚一直希望你讲一下你的范围，这个范围里面呢，那些不具文化资产价值的部分要列进来的观点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可以同意你的范围，那看来。话题这边是没有完全同意的啊，因为可以说只提了两个小范围，那其他的这个，那其他也有历史建筑的这个管辖也没什么问题啊，它不是聚落家，但它有历史建筑的身份也没问题啊。那现在就是一大堆，好像这种，就是我们改建的，我们范围，当然以绿化街大道城的观点来看，它住在那边，住在那10年以后，它改建再来处理，大概这样。所以你现在讲法就是说，在这周边的这一带那么大的范围里面。其他无具文化是价值的，实际上我们用聚落保存的观点、保存计划的方式，因为后面就是用跟学校发的解释一下，就是用我们的管制的手法来管的。但是我相信呢，它不会管到有价值的观点，不会管到像这个房子，像这个上面这一带呢，啊，上面那一带这个叫做青田街这一带，一样啊，有价值都已经指定了。啊，那都是原貌啊。那没有价值的部分呢，大概都还是可以改建成古城了。所以它的管制的关键是在那个叫做植物的那一部分啊，植栽在前面的植栽啊，前面的植栽也可以反到后面，不管你改建成3层的、5层的房子，大概都可以改建。
所以在文理上面也没什么问题，按说是没什么问题了哈。好，那所以大概是这样。如果我们用核心的观点呢，这个当然就讨论下来了。这个假设这个是完全达到目的，包括这些已经散落在这边，现在就是非范围的，非这两个范围哈，还有非这些历史建筑这么大的范围，要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啊？那我们当然要不要去纳到我们的范围里面啊？所以我把这个中间的厘清大概是这样。啊，我去看我们的委员，对不对？要不要等他各方面去告诉我，我方式啊？那最大关键就是后面要启动这个保留计划这个事情。好，现在请说。其实明老师讲的大概是比较偏执行面问题怎么处理的问题。其实范围多大多小，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有所谓的核心区跟缓冲区的概念。虽然说我们历史建筑指定以后，其实那个重点就在建筑物，但是你管不到周边环境的保护。那我个人觉得，当然不是每一栋建筑我都需要去管制，而是说我们哪一些建筑留下来之后，周边未来的设计、都市设计怎么配合它？谢谢。我听了一下，在106年的文化执法的修订案，对居住在建筑啊有很大的改变，说改变很大的改变。所以各位如果能够看到《光山管理法》25条，它有关规定居住建筑的这个式样、风格啊、情况的第40条。它是规定跟都市计划配合，它是主要是为了维护居住建筑的保全和环境景观，所以要这边讲主管机关应订定居住建筑选择保全及再发展计划，它是我非常强调建筑群之保存及再发展，它跟历史建筑跟古迹不一样，历史古迹大部分都是动迁之保存。但是居住绝对不是对动迁之保存，叫顾及再发展计划。然后我们要依据这个发展计划的话，要拟定一个维护方针，然后依照这个相关的都计划编定或变更为特定区、缓冲区。这跟都计划非常切合。所以因此呢，在这个它另外现在有一个聚落建筑群修复及再利用办法。那这个战略办法里面，它讲的非常明显的，除了这个建筑要保存以外，它的纹理要保存，它的无形、它的景观、它的所有这个再发展等等都保存，甚至提到它有所谓的奖励跟补助。所以我是想，今天呢，有民间他们提出的这个方案，我觉得很好，但是我们不能够他们的方案。我建议呢，今天委员看只看了几个个人的建筑，但是对整个我们是建树不建筑。我觉得这个在原来在招楼丁，在我们当时在招楼区实践里面，招楼区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数字。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说是否我们这个继续列入，但是不是像今天的这个选民办事件，这个是哪几个列车，哪几个不列车，哪几个要解决？我想暂时先不要这样做。我们是否能够就他们这样为基础，然后请这个我们主管单位再启动一个更大的一个保存区的一个计划？然后如果说是居住保存的话，它绝对不值得启动建筑，它可能要考虑更广泛。我想过去我们对这个山体内栋房子要拆，还请了樊老师做一个调查，他洋洋洒洒有一篇调查报告。但是我们对那么多建筑、那么重要的一个地区，就是零零星星的几个，我觉得不够。那我们建议这个部分，我们还是继续保持列管，然后是否由我们主管单位针对他们的所有启动的一个整区的一个调查，然后我们有详细的计划以后，我们才能做。这个居住保存，我的话，你们居住保存到底要怎么？那这个居住保存，我们希望都希望单位比较进一步，就跟今天的迪化街一样，迪化街它因为有特定区的这个计划，所以它谈的不是。那如果说我们整个居住要保存的话，如果不配合都计划的话，那到最后还是一场空。所以我个人建议，这个事务还是继续列管，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启动。
大概就以上，谢谢。好，各位委员和其他的建议是这样。各位委员的话，还有那个所有的那个来宾讲一下哈，其实大概有去看过，其实他们的计划大概从这边这样下来，一直连到这里，所以它范围非常大。哦，他是希望这边的街区全部。其实各位去想想哦，也不是老师都没有到现场，其实这一次真的很仔细有到现场，哦，所以去看了以后哦。刚米老师讲就是个别的还是如果有价值应该用利建或是古迹的方式去看，那里面有很多房子事实上都是刚讲的有空地有改建，那你要让它进来聚落嘛，他刚讲的很对，它是一个景观，这个跟大概50年前70年前景观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发现这一块如果在现在先进来的话是最完整的，里面可以把现在的一些建筑或改建掉的，它是最少的，而且还要有工具，所以这一块先画了以后，然后再把我刚比较同意邱老师讲有一些暂时先不要检验，但是也不是核心区，然后从这边开始可能要委员帮忙，他有一块目标以后，他编列预算以后进去，他可以慢慢的去讨论他整个面积，到时候再去改，而不是这个你没有法定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去谈这个东西呢？连预算都没得变，而且这里面真的景观变化是非常快速的，所以这稍微跟老师有一点不一样，但是这一块真的是我们调查目前还是最完整的，那也要跟老师讲，这里面聚落进去，它的减税是整块的，限制也是整块的。这表示有刚刚有包括里长有很多住民，你以后住在这个路边也有限制哦。那是不是就是我先提一个先做一个那个结论的一个建议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拟办意见里面我们的第一点就是这个维持列车追踪范围我们是不是可以大家可以同意？那么针对第二个温州街这个，我们是不是还维持这个列车追踪？是不是这样？然后第三点我们就会议的一般意见不予列车追踪。保存范围先，保存范围先，我们的核心范围那个解列的部分先暂时不解列，再去从报告里面再去研究。花了那么多时间也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台大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台大的